台风来袭了，各大景点的镜头君呢也是跟台风来 PK。 镜头君的第一要务，记录台风的第一手消息。像是呢台东三仙台的镜头君今天清晨4点多结果断讯阵亡，而位在合欢山五岭的镜头君呢还在苦撑当中，网友甚至在镜头前面帮他加油打气。监视器拍到五岭停车场的风雨真的是非常的大，镜头君在强风中摇头晃脑，几乎是快要撑不住。五岭的观景台也因为强风瓦片都吹落在地上。合欢山气象站测到了破纪录的17级强风，网友透过即时画面看到真的好紧张，大家甚至还集气希望五岭的镜头君撑下去呀。康瑞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，各大景点的监视器，也就是网友俗称的镜头君，记录到台风的第一手消息。像是位在海边台东三仙台的镜头君就挺立在强风当中，网友还可以隐约看到八拱桥的轮廓。没想到在凌晨4点多钟，三仙台的镜头君就失去画面了，监看的网友一片哀嚎，直呼镜头君驾崩了。还有人说本来想早上起床关心镜头君，没想到就挂了。网友的留言在紧张的台风天多了一些趣味。东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道。